底是一把刀，杀了他。自从认识了他以后，不由自主地会想起他。我只是这几日做梦总是梦到你。你说我是不是撞邪了？我怕梦我下不去。你管不了。真的要一错再错吗？还是家训五十二条是什么？千金就叫千玺。如果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别人的信任去换取，那我宁可不要。太令我失望。白板，这是正邪，松海收白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到底是个什么道理？